台湾话，指人发机显达，应该安怎讲安怎写，发达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指人发机显达或事物兴盛进步，用力。阿明来台北三年，起码事业已经真发达了。小明来台北三年，现在事业已经很腾达了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